来，今天来玩中赖的传说啊，把传说全部都解掉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慢慢的杀那些小兵了。哎，是在哪里啊？是，小弟。お侍、どうぞこちらへ。哦，打雷了。面白い話を知っておるようだな。アザモで会うとは驚いた。お互い民が求める地へ行くようで、あなた様にも益ある話。いく百登勢の昔か、長尾忠頼公、音に聞こゆる弓取りなり。さとき飛車にて、矢先外れず。哇，又是弓箭。弓矢八番の覚え、いとめでたく、弓取りに鎧を賜る。軽けれど、敵ことこの上なし。殺しも、海賊、浜辺の村を略奪し、アザモ浦の民を皆殺しにせんとす。民は皆走り散れど、忠頼公、八幡の鎧をつけ、一人で立ち向かう。海賊どもを使用するに、忠頼公を引き固め矢を放てば、およそい殺し、残りし者の刀も鎧を通らず。幾とせの後、忠頼公往生のほど、八幡の鎧も消えうせけり。人の曰く、忠頼公の末裔なる者これを持ち、ただ対馬を守る強者の訪ね来るを待つ。紫の冠という地が忠頼公の言い伝えの中に残されています。そこはアザモの北にあり、紫の菊が咲き乱れ、忠頼公もよく参られたとか。猛虎を倒すためならば手段は問わぬ。良い鎧なら手に入れたいものだ。比類なき鎧にございます。哦，原来是假手哦，我以为是弓呢。今も眠っているはず。然后就找直贯，700公尺，100公尺，哦，有点远哦。可以传送哦，也可以，可以神木。哎呦，拔刀了，拔刀了，来吧！火箭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了不起哦！哎呦，小心哦！哎呦，哎呀呀呀，太轻敌了！来，哎，滚！我滚！我滚！哎呀，来吧，兄弟，一家一家，一家喽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来啊！过过去！哼哼，有人打劫啊！我来救你了，不要害怕。
有人说湖边很安全，根本不是啊。そこを通る者を襲っていたんです。知恵者がおるような。捨ておけんな。どうぞお気をつけて。兵が大勢おりました。紫色的花、啊、快到了快到了，附近而已啊，看到在对面，对，一个蓝色的花，一个紫色的花，这什么动物啊，什么动物啊，猪哦，用管猪啊，紫色的菊だ。この花のことを王子が話した。跟随紫色的花找到紫冠，应该是在山上吧。ここが冠、肌よりの鎧があるはず。こうだ、まだ新しい。中に何かあるようだ。东西啊！哦，这是找宝物吧？这个，你获得的画作，在那个佛的另外一头。佛的另外一头，佛在哪里？佛像？哦哦哦哦哦。哦，对面啊，哦，佛像是这座佛像啦、啊，对，它是在对面的那座山上。哦，我猜猜应该是这座山吧。走、哦、，Let's go。我们可以直接跳下去吗？不行哦。要过小河，哎呦，这样能射得到我啊，啊，来吧，哎呦，他咬得很起劲哎，哇，被甩过来了，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，哎，交给你了，你打他，打他，不是打我。他也没死啊，不是我啦，是他，他打你，不是我打你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砍他，砍他！对，就是这样。我再补一刀就好了。哎，他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刚就这样直接，他是什么遁地哦？跑过去了。来来来，我是不是迷路？我是这里吗？应该不是往这里，原来是这座山上面，因为有断崖，断崖是吧？我们直接爬上去好了。啊哦，但是我没有看到紫色的花，是风神社。
看一下地图好了，越走越远。哦，返回搜索区。こっちに来い。啊，这个啦，这条河在这里啦，就要打架是吧？来，我打，来啊！来啊，嘿嘿，把弓箭干掉。对面啊，刚才跑错边了。在座山上。哎呦呦呦，摔倒。哎呦，射我屁屁！绝招砍出来没有砍到人，那是什么物资哦？哎呦呦，摔倒了我！呀，怎么过去啊？是不是敌人的营地啊？不然是敌人营地是吧？不是哦，是谁？哪位？哦，这是主线任务。等一下，我要先去解我的传说啊。解传说比较适合现在的状况。Go go go！有动物啊，什么动物？一把，跑走，跑走。等一下，这可以过吗？这样过的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摔死了我！我从另外一边上去啦，呆呆。なぜここがわかった？地図。
冠のものと似ているな。光很像。这群人也在找这个紫冠就对了。世外桃源，爱之墓。看起来像是打架的地方啊。誰の墓だろうか。時は経ち流れ沈まる。ただよりは安き心もて、弓引かばあまたを行く。墓園啊。紫の冠と同じ子を相手間もない。長尾家の家紋だ。忠頼の一族。ここで何をしている？え？即刻立ち去れ。争う気はない。我が名は酒井仁、志村殿の甥だ。嘘をつくな、盗人め。覚悟するがよい。別送死吧。哇，跟女生对打。看起来很厉害。面对疾风吧。殺したくはない。諦めろ。喂，干什么？哈？啊？慢 ，baby。再来。哎呀！哎呦！忠頼様の墓所を土足で荒らすとは不届き千万。忠頼様の墓所を怪我する。敵は同胞にあらず、文句だ。薄汚い、盗人風情め。我光这招就够了。哇！何とぞお待ちを。慢着大人。是男男女的。我が名は楓。忠頼様の末裔です。侍はすべて殺されたと聞き、てっきり墓荒らしかと。族ではないが。是皇子会穿这样吗？ご先祖の鎧を探しておる。あなたにお譲りできれば良いのですが、鎧は行方知れずで。探す手だてはないのか。亚洲医師古い書にこんな一文があります。忠頼公はアザモウラを永遠に見守ると。鎧の隠し場所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。鎧は千里眼を授けると言われています。どうか忠頼様のようにか弱き民のためお使いください。アザモウラを見守る。居然不是你给我假轴。砍死你。我跟你说，呀，这边有间房子啊，去瞧瞧看。哎呦，箱子！1.6公里，哎，太远了吧！我要传送过去好了，实在是太远了。哦，蒙古领地啊，旁边呢，这样子，这附近都没有开，这个可以。啊，700公尺，有比较近一点的。有呀，我是要是在山上还是山下，位置不太好找。
里吗？我不确定啊，应该不是走这里，这往山上走的，这是到哪边啊？我们往下走好了，下里面往下走比较安全。哎呦，我前面有敌人，来吧来吧来吧！さあかかってこい。居然是跟弓箭对打，耶！哎呦，比我慢！哎呀！哎呦！乱射！贵准在射啊，各位！刀秀，刀秀，刀秀！我来替你解脱吧。这个危险，这个危险。还是还是哟，小鸟，别闹了好不好？还赶路哎、欸！至少方向对，我已经到了，感觉这边就是他的营地啊。交缠路口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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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我不想跟他对打，等下，我们先快跑，先快跑。击败蒙古军，然后奖励从上方暗杀敌人哦，找出并观察蒙古的将领。我们武士呢，坚持要跟他 PK， 但是我想要偷偷摸摸的进去啊、哦，不想跟他这么快的对峙哦。好来，啊，我们看看，把他爆头一下。我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啊？感觉人很多啊！先看看，等一下，他是没死啊，他有死，他是挣扎的，不要给我通风报信哦，各位。我们摸过去好了，摸过去。长弓感觉比较厉害啊，短弓还会弹回来。等一下，我看看这怎么过去。好了，这里有个人。觉得那个主帅应该会在房子里面啊，被他发现尸体哦。这一箭过去应该会被发现。走过来，走过来，走过来，小心点。等一下，这是被发现的意思吗？
发现尸体了。要在哪里？是啊。我趁他躲在旁边的时候，给他来一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他发现尸体了，糟糕！哦，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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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回下这里。哇，这人都跑出来了。我把马叫过来干嘛？哎呀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了！哎呀，糟了，糟了！哈哈，我这是干嘛呢？我快走，快走，人太多了。穿什么钢盔啊？这个，来，来，来！哎，哎呦！击破，哇，太快了，来吧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，疾风吧，我觉得直接来比较快啊，来吧，哎呦，直接来了，忍者不适合我，然后那个人没有发现我。这个准度够吗？有中，但是没死啊，没有爆头。从上方暗杀敌人，奖励哦。挑战残存的敌人。那个人在伸懒腰哎、欸，是。这个人呢？中中中！哇哦，我怎么都准啊？哈哈，等一下，那这个两个人要暗杀就不太容易，因为是两个人啊。这个光头比较有机会啊！哎呀，哦哦哦！哇，超帅！就这样下去了，哇哦！今，勇气を持って，我们要直视对方的双眼，心怀勇气。只有懦夫才躲在暗处出手啦！不要这样，我想当忍者啊！我要当忍者，哎呦，砍，哎呦，我变成忍者了，是不是？人总是要变通嘛，对不对？人总是要变通啊，不然永远一辈子当忍者啊，不。一辈子当上我的那个武士有没有？因为是从下爬过，我不要。应该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收哦。
好，我们直接去找我们的甲胄，好不好？今天这集呢是要去找这个甲胄。风说往这边走，跟着他走。待在山上，找这种东西都在山上。累了，穿了穿了。丹峰，毛子居，要跟他对打了是吧？哎，不要不要，哎，没看到你，没看到，没看到我了，没有看到，你看错人了好吗？看错人了 ，OK？ 送你归西啊！哎哎哎，好多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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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归归。归一下好不好？不要这么凶啊！巴巴的干嘛？营救俘虏啊！他们劫持了俘虏，敌人发现我便会杀害俘虏，这么残暴的！那我只好来用钢的吧。俘虏在后面。不来过，我想要当忍者，不给我当啊！啊，没中啊，糟了！啊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！好，来吧！想干什么？再来！呀吼！怕什么啦？怕什么啦？不要怕，就剩你一个了。不要跑啊！哎，换你要跑是不是？不要跑！不要跑，你跑不过的。啊！爽啊！蒙古人算什么啊？哎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我是说游戏啊，说游戏啊，先救他一下，好不好？逃がしてやる。ただよりの末裔に導かれた。何があった？いつも。ただより公の嫡男が書いた巻物を蒙古が見つけてしまったのです。私はその解読のため連れてこられました。鎧は奪われた。没有。所以甲胄在哪里？賭けに出たのだな。私の勝ちですな。鎧はこの石碑の下にあります。藏在石碑之下。手にしてください。石碑之下是哪里？甲胄，让我瞧瞧到底是有多精巧。哦，这个甲胄感觉不耐打。哦哦，有敌人来，有敌人来，有射手。哎呀，我跳砍都不行。啊哒！啊哒！跳砍真帅。还有吗？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！大叔，哎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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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，哈哈，你等一下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哈，要保护他啦！
挡住我的画面。哎呦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呦，跟你玩了，我要去砍你了。哎呦，あなたが来るぞ、無事か？哎呦，哇，把我射下来。先把弓箭手干掉。简直就是中奈本人的。弓取りのための鎧だ。あなたにお話ししてよかった。哦，这个甲胄非常的。そろそろ出立いたします。能够阻挡弓箭的攻击，就对了。哈哈，好哦。噔噔噔噔噔，咱们瞧瞧他的工具，不是我说甲胄，中奈的甲胄哦，提高 15% 上箭跟补箭的速度啊，增加一秒专注效果，命中头部可以回复 25% 的专注值。好哦，这集先到这边，喜欢按个赞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